好像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就是说，刚刚刘小姐有提到，就是日本的有一个就是新的核安规定，应该是2013年七月嘛，哈。那我有听说，就是说那个日本如果说它的炉心侧板裂了，就不能用。是不是有确实这件事？炉心侧板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核二的那个一号机哦，它是炉心侧板，就是说2年前它是裂了，已经到2012年的二月的时候是29公分了，那现在大概我才超过40公分。那个在德国他们是有一个裂了15公分就废炉了哦。那日本是早期在那个福岛的核二的那个炉心侧板，它曾经换过，那个时候才用没多久，所以它污染程度还不是很严重，有把炉心侧板换过，那也是全世界唯一换过炉心侧板的。所以炉心侧板要是裂成那样子，日本是维修比较好，而且就是说不像台湾就是一直超过度，而且常常会跳机，它随时就是会才会就是说它耗损很严重。那就是说像台电的那个几个核电厂炉心侧板裂成这样子哦，我觉得在世界也是非常有数的，非常可怕。那日本当然要是裂成像台电这样子的话，是早就是根本不在话下的哦，所以他们是规定其他更多的条件。那炉心侧板是以前曾经把它全部换成新的，那因为污染还不严重的时候才能换，像现在污染都很就是经过常年使用以后的，是连换都没办法换。所以就像德国它有一个裂15公分它就废炉了，因为要换是完全是要用人命去换的，因为它整个就已经是过那个高度常年被中子线曝射啊，就是一个高污染东西，更没办法换的一个东西。所以就说早就说我们的核一核二不管是什么理由哦，就它真的是每一个炉都会多少年会多少都就是不一点都不可惜。而且要知道就是说核电多贵，世界上现在还没有任何商业的炉废炉成功。德国有一个炉它已经拆了，就是拆炉已经搞了20几年了，可是它拆炉的费用已经超过它在现役发电时候的经济的费用，它已经赔钱了。那还剩下3层没有办法，靠近核心有3层没办法处理，他说要等怎样？要等50年以后再来处理，是因为它放射性就是辐射太强了，没办法靠近。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棘手的哦。它不像美国早期是有一些实验炉，就随便把它在沙漠就是随便埋一下就算，那都是很小的炉。真正的商用炉到现在世界都还没有拆炉成功的哦。那日本有2个炉也是拆了日本有东海一号炉，1个炉也是拆了10几年，那也都是现在才要开始的哦。那拆炉的费用会是造炉时候的2-3倍哦，所以还有加上这些用过燃料棒处理哦，台湾已经留下几兆的债务是要给后代，而且它是没办法处理的。你看它是要用多少赔多少核电工的人命才能够去处理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不能再继续烧了。那即使不发生核灾，即使像田委员说，即使省保证核电是100%安全，它其实也是不能用的。它单单有核废料这个问题哦，我们是不能忍受这个事情。所以很多日本母亲就说：“安倍首相，你忍心？你看我女儿的手那么小那么嫩，你忍心把这样子剧毒的燃料棒交到她的手里吗？”谁也做不下去。那我想台湾人也是一样，我们更爱我们自己的子女的哦，所以是不能再做这种事。谢谢。好，我们的那个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李友姐今天来跟我们演讲这个废核这个事情。然后我是林美一小团的团长，然后我们现在有推一个核一不延役的公投，然后如果大家等一下离开的时候有空，可以在后面帮我们签署一下，然后有问题其实可以到前面来讨论，没有关系，谢谢。想说的是很多，我知道，对不起，说的是太多了。走吧。谢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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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会了那个，我们会背，会背吗？一定要有吗？需要。啊。对，然后我坐在下面坐第一排。那你是哪个区域？他就是两清到家啊，两清到家。哦。我是远雄。两清到家。我今天想讲，我今天有听到半年口号，原主席来台湾成为百分之百的。哦 ，OK， 就是很雄壮噻。我起码你讲是很雄壮的。开始，他做了一堆，你哪里跟你做啊？哇，你哪里跟你做啊？外国嘛 ，Why 开始跟你办嘛？开始一些。啊，你哪里的？你网络跟好，知道吗？师姐，谢谢你。对，不会，对，谢谢。然后其他的整理我再给你们这样子，然后这个档案应该有。我们之后可以跟李尔姐一起拍吗？可以啊。等下就是结束的时候，你要问他一下，我把这个露出来。8月15日会来到台中，没有钱，那就拜托他来了。我走了，好，拜拜。游行前来找我拍照。好啊。我不知道你们游行几点要集合，可是我10点就会在那里。我没有啊，因为我还不确定那个我们的那个化妆师到底要在板桥化还是要在现场化，都要去。然后就要在现场化，就好。好，我再跟你们。哎，可是你气场是这个。他们一定要流行，流行出来，先流行，流行出来。我们到了，你可以。所以是两种做个事。我讲以前我都已经也是无空关系。我一看那规矩，对不？对不？你是咧阿公？我是不听别人，我那看那家起起来，安尼3000万，那什么3000万？我袂得，迄度5公里，5公里。一般是大概5。